明，你觉得最有效的一个动作可以瘦的是什么？我觉得站着，把屁股夹紧，然后手抬起来。因为很多女孩都会有这个蝴蝶袖，对，蝴蝶袖嘛，抬这么高吗？对，伸直伸直，然后靠着墙站着，每天站三个小时。你说这么直吗？这么贴墙，贴墙站。你说提臀，然后贴墙站，你一定要提臀，把屁股收紧，然后站多久？腰，把腹肌收紧。就是能站多久？那你脚底是贴地的，贴地，然后贴着。有人给你悬空吗？不用。